这里比较有 feel 哎。你现在的感想是什么？很感伤，很感伤。真的想哭，我觉得我会爆泪。爆泪！快点给我花！你是强迫谁啊？好热啊！你。等一下，我的东西要给你。你在录影啊？啊，现在大校园哦。在操，快点下来。他在想你啊，找你啊。觉得你很重要。哦，我要先给这个。对。啊，这么漂亮、啊。耶、yeah ！你喜欢呢、啊？当然喜欢，因为我可以放在我家的书房上。背后，背后，背后。耶！因为它黑。你注意看。人家雾雾的。好，外面看。啊。所以说，你不要以前进。你不能老是现在。你不要乱嘴。亲爱向向，对，谢谢这两年的体育课，三年吧，我才三年，我才两年，他们有些我才两年，我三年，嗯，抱持很大的希望，不是很大的希望，简直是一定要赢的机会，哇，他有没有赢嘛？有啊，那天我跟你讲，那天我跟三丁讲说。你们班是我要去接的，因为我接不下，所以我找美露老师接，不然你们班怎么可能赢三乙？哦，谢谢老师抬举。因为那时候我就跟美露老师讲，刚好他毕业三年级很多，那老师毕业班没有嘛，啊，我就想说啊，不行，如果一放掉三丁的话啊，一定那个就没有了。因为三个四个班我教三个班，再怎么样分的话，丁班的同学分一分也应该很少啊。那、啊、你们班本来实力就还不错，只是在那不甩我而已。啊，可是我就觉得说放掉很可惜，所以我就跟美露老师说，拜托你去接那个班。所以三天说，哦，原来老师是这样的，你不知道我用心良苦。我说要要把它坚持。是是是，了解。那感谢放掉的不是我们班的，不是啊，原则上我自己带的班我不会放。啊，但是因为四个班里面嘛，我就是我那时候我就跟美露老师讲说。因为他们丁班那时候几乎都没有上体能课，什么课都没有，跑大校园都没有，好不好？可是你不知道我们还有分组这件事情。分什么组？就是我们一年级、二年级同学全部都不一样啊。我知道啊。是吧？因为我二年级拿到名单的时候，我看呢、啊，结果那个什么啊，三丁二丁是所有里面你教最多的，对，就是二丁之前一年级一丁最少。对对对，我一看，我就跟美露老师讲说，哦，丁班的全部跑到甲班、乙班来，都在我这一班。